參與過啲電影啦，但自己最終都係中意做 model， 因為自己對時裝嘅興趣比較大啲，同埋中意扮靚。咁我中意嘅婚紗款式其實都係似啲咁樣 low cut 啲嘅。因為我自己覺得，可能我自己的鎖骨，我會比較覺得係靚啦，咁所以我覺得著呢啲就會可以顯示出比較靚嘅一面啦。咁至於下身，我當然係中意比較廣啲嘅，因為太修身咧好辛苦嘅，其實下下都要縮住個肚，我自己就唔係咁啱咯。俾我揀，我就當然係揀我最中意嘅日本，可能沖繩嗰啲啦，因為我見我朋友去沖繩結婚嘅時候，教堂好靚，即其實我都係幾中意童話式或者係簡單咯，一切簡單為主，又冇話一定要特定嘅，最緊要係我隔離嗰個係我中意嘅就得噶啦。咁如果你都想睇下我着婚紗嘅样系有几咁靓、几咁高贵咧，记住留意 Wedding Magazine 啦。